多好的机会啊！一群记者堵在门口等着采访你，这都是资源啊，传递信息的资源，你就这么浪费了？你亏你读那么多书，就知道炒作一点底线都没有。哎，怎么叫炒作呀？记者要的是信息，你是信息源啊，你可以选择提供什么，不提供什么，主动权在你手里啊，对不对？这叫大众传播学。 一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从小就告诉你多读书，你呀就是要贪玩。有空要多看两本关于传媒的书，要掌握如何将信息传递给受众的，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如何掌握主控权了。你太啰嗦，我告诉你，他们就知道往我身上泼脏水，他们问的都是子虚乌有的问题。你要是跟我秀你那智商，你就是拿你的长处戳我的短处，你一点都不道德。你是我姐吗？ 你既然解什么都没说呀，你就先承认自己智商捉鸡。有你什么事儿吗？你差什么嘴？我怎么每次都……哎哎哎！你干嘛老欺负人小姑娘？你看你没给我皱的，长皱纹了。我告诉你啊，回头智商没上来，把颜值拉低了。你要是真的没有办法对付那些记者啊。 还有一招，要不然跟我出趟国，下个月我要去趟美国，参加蓝山通灵国际珠宝展，你去帮我忙，我保证那肯定没有人认识你。谁跟你吃美？我觉得在国内待着挺好。就是一副死傲娇，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文文接受采访了。请问网上爆出你和郑博旭的恋情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话说？这谁？ 一个想当他媳妇儿没当成的。请问网上爆出你和郑博旭的恋情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话说？这个嘛，博旭也没有回应，我也不方便说什么。哎，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在等郑博旭先承认恋情？请问这是不是你跟郑博旭之间的协定？真不好意思，我不方便回答。咦，这女的和你一样啊？夸张，真的敢说。 这女的用心也太深了。是啊，她这么说就等于承认有这件事了。对，哎，郑博旭不会真的跟她有一腿吧？不可能，不可能，郑博旭眼光那么高，能看上他？是啊，我旭哥是什么人？哎，这还真不一定，一物降一物，说不定郑博旭就好他这口。不可能，岂有这种口？开什么玩笑？那品味也太差了，旭哥那么帅，他这样怎么可能会看上他？我可看不下去了。我也看不下去了。 你看他穿的这样，哎呀，真的是受不了了。请问网上爆出你和郑博旭，这女的背后肯定有人知道，欲擒故纵。这比直接承认更显得像那么回事，搞得我们都有口难辩了。好在他没什么名气，也不是第一次招绯闻，这让更完蛋。显得咱们家郑博旭多 low 啊，不挑食儿。怎么应对啊？他这个是蓄谋已久的炒作。 绑上郑博旭了，我估计这段时间都很难消停。实在不行，我们不做任何回复，他爱怎么吵怎么吵，时间长了也就原形毕露了。那郑博旭怎么办啊？哪儿都去不了了，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这叫什么？苍蝇盯上的臭鸡蛋，到哪儿都躲不掉。这样吧，他原本下个月要去墨西哥拍 MV， 让他提前走，现在就走。计划提前？对呀，他走了，好让你解决这个事儿啊。 媒体那边，我相信你没问题的。可是去墨西哥拍 MV 进来吧。哎，不好意思啊，最近比较忙，都没来看你。我知道你忙，不过你们都顺利就好。爸，我跟婉晴之间有一些误会，我想当面跟她解释清楚。她在吗？你们应该好好谈谈。
他在屋里。进。还在生我气啊？我是在半年前认识马尼娜的，当时我们公司所有的艺人势头都一路下滑，在新人问题上我选择了郑国旭，当时你反对，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其实我一直希望郑国旭爸爸能投资星空娱乐，但是你也知道异常不顺利，现在唯一可靠的投资渠道就是玛丽娜。我不否认他对我这个叔叔很感兴趣，但是我很注意跟他接触的时候我都会保持距离，他也知道我有孩子有老婆。玛丽娜介绍的这个投资公司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他到星空娱乐当副总裁。之前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沟通，跟你解释，但是你搞上市什么的我不懂，想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就好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很多事情我是为了你好。来了，这么快就来了？见到常老师啦？见到了。他是不是要签名？也没有，他呢就跟我聊聊，问问我情况。他是不是对你很满意？你是不是又跑着来的？还气喘吁吁的，特意给你准备了水，让你喝一点。常老师说要见你以后就很紧张，我特别想知道结果，但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你就快点告诉我嘛，是不是要签名？没有那么快。常老师说呀，啊，一个公司要签约一个艺人，需要很多的条件，需要从多方面考虑。还有就是，现在那个公司不是有个郑国旭吗？他是当众小声说我要去了以后，说什么位置会很尴尬。尴尬什么呀？他是他，你是你的，各唱各的又互不影响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不过常老师说了，他也会尽他的能力帮助我的。反正我看好你。你大老远跑过来还那么着急，就为了问我这个事儿啊？你打电话说的。我有别的事儿的。什么事儿？我要跟郑国旭一起去墨西哥拍 MV 了，你要不要买什么？我给你当代购。就是这个事儿。我什么都不用买，你玩得开心就好了。是不是打扰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打扰我。其实你能来我还挺开心的。